杨颖胆大了，全身就靠三根带撑住。网友，他是怎么红的？杨颖胆大了，全身就靠三根带撑住。网友，他是怎么红的？亲，你来了，我是小编老郭的说事。很高兴又在这里用文字的方式带给大家欢乐和视觉的最新体验。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更精彩的娱乐。希望各位帅哥美女可以动动你们的小手指关注一下小编，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和点赞，你们的每一个点赞都将是小编进步的动力。如果有写的不好的地方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指出。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，给你们比心了哦，么么哒。女星杨颖也叫 Angelababy， 要不是杨颖嫁给黄晓明，相信很多网友还未必认识杨颖呢。杨颖模特出身，所以整个身材比例非常好，杨颖的衣品也是出了名的好，穿衣也很胆大了，会很大胆地展示自己的优点，很会扬长避短。有一次杨颖出席活动穿得十分诱惑，所以接下来小编带大家了解一下吧。这次杨颖现身时穿一件纯黑色吊带裙，这件吊带裙被杨颖穿得凹凸有致，甚至傲人的事业线也是若隐若现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件吊带非常有设计感，杨颖这件裙子全身就靠三根带撑住，衬住杨颖肌肤如雪般细腻洁白，而且吊带领口略带一点深 V 造型，且刚刚遮住了重点，看住就没有安全感。杨颖胆大了，难怪网友会好奇她是怎么红的。接下来我们再整体的看一下杨颖穿的这身吊带连衣裙，杨颖真是胆大了，但是杨颖这件裙子全身就靠三根带撑住，身材这么棒的杨颖，网友们真怕这三根带撑不住呢。看来我们的女神杨颖以后要注意一下穿衣风格了哦。但还是要肯定的是，杨颖这套造型虽然太胆大了，但是也非常漂亮，一定是全场的焦点，终于知道她是怎么红的了。